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我是张志斌，一起来关心今天六月二十一号星期二的重要新闻。尽管在奥兰多同志夜店枪击案发生之后，枪支管制的问题再次受到广泛的重视，但是联邦参议院昨天表决的四项限枪法案，仍然都没有任何一项达到了六十票的过关门槛。 这四项法案分别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各两名议员所提出的，显示在 Orlando 的枪案发生之后，现枪的问题在两党都受到重视。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里的提案是更新购枪人的背景调查系统，要求各州提供更多的购枪人的精神健康资料，以补充到背景调查系统当中。但是这个法案以四十七票赞成、五十三票反对而被否决。 第二项提案是民主党籍的议员墨菲所提出的，旨在扩大对购枪人的背景调查范围，包括在枪展上和网上购买枪的人也要进行背景调查。墨菲为了推动限枪新措施，上个星期曾经采取将近十五个小时的冗长发言阻挠方式，但是这个小提案还是以四十四票对五十六票失败。 共和党参议员孔林所提出的法案，则是要限制在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的人买枪，允许法官做出永久性的禁止买枪决定。如果法庭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卷入恐怖活动，将终身不得买枪。这项法案得到四十七票赞成，五十三票反对，而没有通过。 至于出身旧金山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士山所提出的禁止向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的人销售各种枪支的法案，虽然得到部分共和党人支持，但是同样最后以四七票支持、五十三票反对的结果失败。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雷德批评共和党人食言，没有支持民主党人的提案；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则认为，民主党的主张没有规定对禁止购枪人的正当程序。 总统大选消息方面，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阵营昨天突然宣布要撤换竞选经理，外界一般认为这代表川普阵营将会调整竞选的策略，希望能够进一步吸引外界，尤其是媒体的好感，从而争取选票以及竞选经费的捐款。 川普的竞选经理科瑞里万杜斯基从川普竞选一开始就为川普效力。尽管里万杜斯基对于川普的竞选有相当大的贡献，但是他与媒体的关系不良。他曾经在三月份一个造势的场合抓伤一名女记者的手背，与多位主跑川普新闻的记者关系也十分紧张。此外，里万杜斯基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多位党务主管处不来。 也有消息指称，川普家族担心李万都斯基会削弱部分家族成员在选战中的角色与权力。昨天，川普竞选总部发言人表示，竞选团队感谢李万都斯基的勤奋与奉献，并祝福他未来一切顺利。而李万都斯基本人表示，他不明白自己被撤换的原因。此外，川普阵营今天宣布，上个月川普只筹到三百一十万美金的款项，远远落后于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两千八百万美金。而川普本人也表示，需要经费援助。 但是有鉴于苹果公司稍早已经宣布将不赞助今年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也有大企业私下表示，赞助川普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形象。川普阵营在这个时候撤换竞选经理，也有可能是希望借由改善媒体的关系，从而改善形象，吸引更多的捐款与赞助。 继续关心加州的新闻。南加州在连日高温之下，陆续出现了山林大火。位于洛杉矶圣 gabriel 山区附近的几个城市，已经陆续的展开了民众撤离的工作。昨天，南加部分的地区气温高达一百二十度，助长了圣 gabriel 山区野火的火势。圣 gabriel 山区南方，包括 d t 多 Azusa 等许多华人居住的城市，目前也受到威胁。联邦森林管理局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五千四百亿亩。 而且完全不受控制。阿苏萨市警局已经下令 Rainbow Ranch 以及 Mountain Cove 社区大约三百二十户的居民撤离。洛杉矶县政府当局也要求 d o n t e 和阿苏萨等 San Gabriel 山附近的城市的居民做好撤离的准备。另外，在 San Diego 靠近 Mexico 边界一带，也有一个面积高达七千五百英亩的森林火场，目前只有百分之五受到控制。当局已经强制撤离当地二十户人家。 太平洋瓦斯电力公司 （PG&E） 今天宣布，将关闭加州最后一个核能发电厂，让加州得以在九年之后达到无核化的目标。PG&E 是加州最大的能源供应业者。该公司与多个环保团体达成协议，将在二零二五年关闭备受环保团体所批评的位在加州圣路易斯 i s p o 县的 Diablo k e n y o n 核电厂。这个核电厂有三十年的历史，目前供应全加州百分之九的电力。 P n E 与环保团体中的协定中规定，将以太阳能以及其他环保的方式来发电，来填补该电厂关闭之后的供电缺口。继续是一则科技消费方面的消息，苹果公司表示，将对三年前被判联合垄断定价的电子书的消费者支付总额四亿美元的赔偿金。 这个集体诉讼案件是开始于2010年，联邦司法部起诉苹果公司与 HarperCollins 等多家主要出版商联手制定电子书的售价，伤害 Amazon.com 等其他电子书商的利益。 苹果公司经过多次的上诉之后，仍然被判有罪。该公司这次赔偿总额为四亿美金，赔偿对象是在二零一零年四月一号到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号之间向苹果公司本身以及 Amazon、Kobo 和 b a n u s Noble 等网站购买电子书的消费者。每位消费者购买的每本电子书都可以获得七美金的赔偿。消费者可以选择邮寄支票，或者直接将退款存入 iTunes 账号当中。 苹果另外还需要支付三千万美金的法律诉讼费用，并赔偿给涉及诉讼的各州总共两千万美金。二零一六年欧洲国家杯足球赛 B 组的威尔斯在球星 Gareth Bale 贝尔保持每一场都进球的优异表现之下，以三比零击败了俄罗斯，以 B 组龙头之姿晋级了十六强。而同组的英格兰则因为与斯洛伐克零比零踢和，只能够以分组第二名晋级。来看今天的优势体育综合报道。 威尔斯在欧洲国家杯小组赛的最后一战对上俄罗斯，贝尔本场比赛在六十九分钟时进球，把比分扩大为三比零。这是他在本届赛事中拿下的第三分，也就是连三场进球，成为欧洲国家杯史上第七人。而威尔斯中场就以三比零大胜，成为第二支首次参赛就以小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十六强的球队。职棒大联盟 MLB 方面，最近表现火热的旧金山巨人队昨天出战匹兹堡海盗队，由王牌投手 Madison b u m g a n e r 先发。 邦格纳从五月之后就没有输过球，目前取得先发七连胜的佳绩。他昨天也没有例外的投出八局八个三振，只被敲出五支安打，失掉一分。可惜对手的表现更佳，海盗队靠着四名投手完封巨人的打线，以一比零终结了巨人的八连胜。邦格纳虽然投出优质的先发，却只能无奈的吞下败投。邦格纳本季的战绩为八胜三败，防御率零点一八五。以上新闻由优视频道制作，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